上面是告诉你们，到底要怎么样路演成功？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，你要记得去看小地图，就是千万不要说哦，明明小地图谁都没有露出来，你就硬要路演，硬要路演。那这种成功率，除非你对你自己的制裁很有把握了，要不然你这种状况下，如果对面都是卡在对面红区的那个草的话，那基本上就直接松手了。